日出啊！2016年10月29日星期六上午早晨啊6点，我离开首尔嘅仁川国际机场，望到呢个景好靓啊！日出啊！10月29日星期六上午7:05，我哋喺韓國嘅首爾離開仁川國際機場。哇！感謝主啊，未來幾日會好好天啊，幾靚個日出，我一路都睇住日出嘅，睇住佢出嘅。这个呢是世界杯的场馆 World Cup Stadium， 我们现在去看芒草。今天的温度呢，日头呢徘徊在10至14、15度左右应该。哇，已经很漂亮了，都未到深秋啊，已经很漂亮了。道道都是美景啊，行程的第一日的下午2:00，我们来看芒草啊，就是在这里上山的了。这里真是一片星平啊，啲韩仔在这里玩啊。香港真係香港人咧，面對冇啲咁嘅地方嘅，唔會有咁嘅地方玩，幾靚！已經添咗新裝啦，啲樹。呢條花橋真係得㗎！我哋就而家上去啦，睇芒草。哇！呢條橋幾靚！哇！啲人上去睇芒草啊，好似蟻咁啊！登高而望遠啊，幾靚！啲樹啊，好多已經換上咗秋裝啊！好靚啊！睇嗰度，真係好正啊！高過個人啊！真係冇得彈，
哇，那個鳥巢企了很多人喎。Hello。Hello。哇，真係靚到，啲人話美呆了啊，就係咁解啦。啊！天空公園2016年的10月29號星期六下午4點到啦，好好天啊！嚟睇芒草、紫芒，真係好震撼。Hello， 2016年的10月30号上午10点零钟，我们来到神正树木园，感谢主啊，好天道啊，好靓啦，已经哇，真的好好天啊。真的好靓啊！感谢主啊！睇下几靓。而且不算擁擠啊，神正樹木園。我成日提自己不要話咁多，但是真係好靚啊！感謝主啊，天氣幾好，天色。真係好靚。可愛的韓國人啊！仙境靚到喊，天與地啊！遠山都已經添咗新裝噶啦。
真係好靚啊！真係好美啊！美景處處啊！